分局已与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组成专案小组，并漏夜派遣共计20名刑事与制服警察搭乘海巡警艇，于事件发生后8小时抵达兰屿侦办此案，并请台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目前已锁定6名施暴者的身份，由检察官签发拘票具体到案，并持续搜集违法事证，后续扩大侦办。